你这么大的劲儿，嚎什么呀？哎呦，岳父大人，我痛，痛！除了痛，还有什么别的感觉没有？啊！有！男子汉流眼泪，你还说出来，好意思啊？岳父大人，怎么样？可我真的是流眼泪了。觉得脑子清醒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啊！我晚上会睡不着的。最近也在干什么呢？最近啊，哦，岳父大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变了100只戒指，要送给我老婆，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家。嗯，我帮你变吧，我变的不错的啊。不用了，岳父大人，我知道你变得很漂亮。 但是我老婆的戒指，一定要我自己亲自来编。哎呀，家宝呀，她也不知道是谁编的。我不能够骗老婆的。哎呀，有你这份心呐，海枯石烂，西兰她也会回到你身边的啊。那好，岳父大人，那就我把这100只戒指，你一定要交给我老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不行不行，西兰会骂人的啊。 岳父大人，你反正被岳母大人已经骂习惯了，再多骂一次也没有关系嘛。岳父大人，你可以右耳朵进，左耳朵出。帮帮忙嘛，岳父大人，帮帮忙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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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鞠躬啊，我就做古了。那你答应我了。嗯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岳父大人，谢谢。家宝，家宝，家宝。 帮忙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岳父啊，再教你一招。如果这桶戒指打动了杏兰，你再跟他说，以后你的钱通通归他管，不存一分私房钱。这个有用吗？当然有用了，我就是用这招啊，征服了你的岳母大人。难怪。 您接下来的日子过得这么可怜呢？你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的女人她就吃这一套，只要管住男人的钱呐，以后的婚姻才会有前途。喜兰，爹，这是家宝亲自送你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啊。我不看。这看一眼又不少一块肉，你不喜欢，再把它扔掉。家宝。 让我带句话给你，他说今晚上没月亮，是不是能看到牛郎织女星？